云岭之秋位于云林县与南投县的山区交界处，如果自驾开车上来，建议导航的中途点可以设定云林县石壁风景区，终点设定五原两角或云岭之秋。这个地区的手机几乎是无讯号哦，山路狭窄崎岖，要注意来往会车。平常日游客不多，路边或停车场都可以停车。如果不走山木林步道，开车可以直达云岭之秋。走山木林步道可以把车停在步道入口处，你可以选择走山木林步道加柏油路 O 型上云岭之秋，也可以来回走山木林步道上云岭之秋。去程上坡大约25分钟，回程下坡大约20分钟，悠闲漫步，老少咸宜。好，现在开始走云岭之秋山木林步道入口800公尺。这里的海拔大约1600多公尺左右，夏天到这里堪称是一处幽静的避暑秘境。今天的游客不多，可以自在悠闲地享受森林漫步。山区的气候多变，建议还是要携带雨具。今天的天气是属于午后会有局部雨的情形。上次来天气比较好，今天的天气很凉爽，但是光线不够亮。为什么会脚软呢？刚刚已经走了多久了？他一开始就是爬坡啊，所以他们会把他们载到那个上面去。游客团会先载到云岭之秋的最高点，游客由高而下，走到出口处上车。哦，今天的天气才，现在才2点多而已，天就黑了。加油！今天你加油了。这一圈山木林的步道都是这一种石板的阶梯，刚刚最陡的那段有很多知了在这里加油，有的知了在加油声，你的脚步就会没有加了油。你就停下来听知了加油加油，你差点就跟他吵架，说叫什么叫，走不动就是走不动，你再呐喊100遍也没有用的。老娘走不动就是走不动。我经过那一段之后，接着有一段比较平缓一点的路。你这很舒服哎。来我家附近，夏天有一个这么凉爽的步道的，我每天都可以走上好几米。对，这里的海拔高一点点，整个那个空气就会比较凉快一点。左侧是山木林，右侧是竹林，抬头仰望，够美吧。 Let's go， 一路都是缓缓的往上的上坡，说陡不陡，说平不平，距离云岭之秋还有400公尺，所以一般的游客司机是把他们从云岭之秋的最高点放下来，游客就从这个阶梯缓缓地往下走，穿越这些林道，然后走到出口，司机就在那里接他们。那我们这两个，一个健脚跟一个巴卡的组合，我们也是老人团哎，两个加起来100多岁的老人团。
啊，好可爱的白菇哦。哈比人住的房子啦。哈比人呢？克服了第一段，然后你听了知了在帮你呐喊的声音之后，你上来就可以体会到这里的美。云岭之秋是我非常推荐老少咸宜的一条大众步道，千万不要被第一段吓到了。吓到了。然后呢，不要搭车，叫车从上面把你放下来，你就从下面慢慢的往上走。拥抱云岭之秋。你现在到云岭之秋上面，应该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吧。它的位置刚好在云林嘉义和南投县的一个交界点，但不是最高点哦。所以只要向左向右随便转个弯，你看到的那个是你脚完了，那边一踢是云林，往后面一勾是嘉义，往右边一伸又变成了南投了。一阵雨过完，你看，阳光是啊，阳光出来了，够美吧？哇，阳光已经穿透进来了。最厉害的是，一路上没有人，不像那到那些垦丁啊。花东啊，那些地方人满为患。垦丁、高雄、台南市，不懂得到这里来享受大自然的芬多精。到了，我已经看到最顶端了。哇，这凉风吹过来，就一个字，爽。刚刚下了一点点小小的雨，不受影响，反而变得比较凉快。我们从这个地方上来，这样走走走，一路走到这个地方。接着呢，我们沿着这个柏油路到云岭之秋，然后再走一个 O 型踢回停车场。这里是可以开车上来的，但是就无法体会那一段山林之美。如果在天气很热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无法避暑，但是今天的天气很凉爽。这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观景台，天气好时从这个方向可以远望狮子头山、玉山山脉、阿里山山脉、石壁山。不过今天云层厚，眼前美丽的山峦已经快被云层吞没了。在万里无云的天气里，这个方向是可以远眺南投、嘉义。从这个方向，云林、彰化一览无遗。云岭之秋名字取得真好，云之岭，山之秋，终年云雾缥缈，山岚势起，极目所见，青青茶园绵延起伏，360度无敌视野，美不胜收。上到云岭之秋观景台之后呢，不要忘记再走一小段。到这个雕塑作品这里来朝圣一下，这三个舞者分别指向不同的县市。这里有个说明牌，这个艺术家的雕塑作品是这样子写的啊，这三县有云林、嘉义、南投的交汇。那这三个人呢，他各指县市的一个方位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塑作品。以前来的时候旁边没有这么多的高大的树，视野会比较好一点。通过装置艺术，再沿着石阶往下走，回到柏油马路。不过太阳有点大，原计划走柏油马路回到停车位置，咱们临时决定再回到美丽的山木林步道，不晒太阳，
再一次悠悠闲闲地往下漫步走回停车点。去程上坡花了25分钟，回程下坡花了20分钟，来回总共2.5公里路程。炎热的夏天，想找避暑胜地吗？推荐给爱台湾的朋友。